感觉自己也是太不容易了，从纽约的失败到东京今年的成功，一路走来有很多心酸吧。自己也是一直以来也是憋着一口气吧，就想拿冠军，站在这个奥运讲台上面。比了这么多联赛，也是不，感觉不容易，感觉今天也是有点惊心动魄比赛，不过最后面还是成功的拿下这块金牌。这次比赛对手也很强，不过自己还是更强，所以谢谢。